拯救世界。魔法学院的召唤已经到达，你就是预言中将彻底打败邪魔的勇者。只把我珍藏多年的魔法武器就交给你了，可不能让魔法学院的人小看了。这个血阵被魔物袭击了，在离开之前消灭他们，恢复这里的宁静吧。真正的魔法力量，我的伙伴泰斯现在正需要你的帮助。快来快来，前面一片黑暗，无法看清道路，你快去点亮桥上的火把。兰伯特为了收集魔物皮毛和我走散了，希望你请看着他。来玩这个新手体验，现在目前还在封测而已，来玩玩看，来体验一下。哇，你太厉害了。然后其实它可以自动跑，然后就给它自动跑，你就可以做别的事。血阵通往幻灵的桥被石魔完全破坏，你得想办法过去。先知女神伊瑟拉正在桥那边等你。哎呀，所愿之光，对，哎，大神神，今天我们来到大坡桥。大桥，我最近很想吃那个。哦，再次要吃那个。多了一个技能。肉寿司，肉寿司，那边有很多肉寿司。对啊，这是寿司，但是上面是咸的肉，那个非常好。在那边好像唯一有，然后我想再开另外一个。台湾有那么多的肉寿司吗？其实有一家店，我刚刚在网络上查了一下附近有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吃的这一家的肉寿司，三挂900元，肯定优胜。它还可以自动挂机，是 OK 的，但是还蛮轻松的，可以跑任务。我将永远守护在你身后，共同战斗。有点贵啊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要查一下在台北有的1000块的肉寿司。终于找到了，你现在的力量并不完全，我会指引你取所有的力量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线的里面，已经感觉到这个高级的撞在石桥的震动，撞动了邪魔。女弟子带着更多的魔物入侵幻殿。住在林中的怪异法师知道如何进入幻灵神川，麻子也去找他。对的，事情。然后那个都是刚刚我们念的圣水花，那个也其实不便宜啊，那个问啊。这里的话不能自己烤。我不擅长应付这种怪人，刚才被他耍得吸睛的迷雾，现在只能交给你了。你取回了我的东西。好，考好了。解锁新的技能了。枪是利器。那我先去招牌了，好的。有点顿顿的，不知道是我手机放技能的关系，还是他，我觉得他在放招的时候是有点顿的。道路已经打开喽。先知女神感知到幻灵深处有力量波动，泰斯已前往探查。
怕是遇到麻烦。不好了，照顾魔法宠物的小女巫知道力量所在，但她被莉莉丝的手下抓走了。是我的主人了，我会带着魔法宠物一起为您效劳。嗨，宠物开启了，会打架，会卖萌，再也没有这么忠心的伙伴了。哦，莉莉丝隐蔽了埋骨之地。好帅哦，这个造型非常的帅。但他要求你先解救他的朋友。这个是要我出资送这一把，哎，很帅，红武。这下卡特就会告诉我们莉莉丝的位置了。穿过前方的地下石门，可以进去。那个魔女很恐怖的，这只鸡好可爱啊，南瓜。哦，你不会真的相信自己是龙神转世？黑魔女的感觉，对，魔女莉莉丝。开始变得强大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哦，我可以离开新手村的意思了。快骑上你喜欢的坐骑，赶往魔法市场吧！大量魔物突然入侵了那里。两个选一个吗？那我马好了，这个火焰马感觉比较造型比较酷。福利宝箱里面存放着能让你变强的力量。觉得他的衣服也都蛮好看的耶，我喜欢。福利开启了，每天登录都能领取专属奖励哦。现在很多魔法物品被操控着大肆破坏魔法市场。小恶魔用新魔术操控了魔法市场里的物品。小恶魔是冲着封印力量的魔法翅膀和魔法圣器而来，得尽快阻止他。所以我们是，哎呦，又荡掉了。又卡住了。我刚才追着小恶魔的气息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是光明的这一方就对了。
恶魔是臣服于强者的，以后他就跟着你了，能帮助你快速提升战力。所以我收服了一只小恶魔。斯科特最近总是半夜偷偷出门，我把隐身斗篷借给你，去跟踪调查他吧。谁拍我肩膀？小恶魔，你隐身了吗？我查到指路法杖，能找到魔法翅膀了。我的隐身斗篷能帮上忙，太开心了，这下很快就能拿回魔法翅膀了。越来越接近魔法翅膀了，守护魔法师诺里尔会给你有用的情报。魔法翅膀就藏在前方拐角的店里，但那里被狂暴雪鸮包围了。收集魔鸟羽毛就能召唤出魔法翅膀，只是这群鸟太吵了，你帮我搞定它们吧。是定在哪里？翅膀了，翅膀开启了，可以用了。穿戴华丽的翅膀不仅有面儿，还能增加战斗属性。我现在是要高效，然后后面我可以调音效节奏。然后遮蔽其他的玩家。OK， 好。这个其实练得很快，你看我这样子跑一跑，马上就52等。这练的其实很快，我看我录影不到10分钟就52等了。那我今天的体验就先这样子啦，然后看看不知道有没有第二集，希望有第二集。喜欢这样子游戏的影片，别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是鱼之兔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。游戏我经常就会录个10分钟啊，刚好到副本，我们就打完副本再结束吧。所以剧情就好像是我们是魔法师，那是光明的魔法师，那我们要去打邪恶的恶魔啦，或是邪恶的一些东西就对了。我们是属于光明方的就对了。然后还可以切换守护者，可是我的过期了，要守护者还要图纸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玩玩看。目前是在封测部三档这边。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结束咯。